看大家评论说喜欢看我们家跑山的视频，不喜欢看日常的视频。但最近是真没办法呀，我们倒是想上山。你像采野菜的时候，天天都是跑山的视频哈。对。你现在你说山上玉皇蘑，因为天太旱了，它始终都不长。采灵芝呢，光说去，还没采呢。你问我妈，就已经收到了东王红这些跑山人的电话。说你现在去有点太早了，你去都招害人了啊，祸害人了，整的人都可着急了。人家刨药材都没有心思刨了，完了说的看你们要去采灵芝，其实只不过咱是拍视频啊，也是去看看去。不成熟的情况下还是不采，对，不采。然后但是人家就是看着着急呀，给人家整的都毛了了。对。我们这一片呢，你但凡要是有一个人去采了，其他人那都蜂拥而上了，咔咔都得去。你拍这个视频害得人这些这跑山的这个刨药材都没有心思刨药材了，让你整的。没去神顶峰。没去呢，就给人整的心慌。其实现在一年采的比一年早，去年是6月19号我们第一次上山发现灵芝，然后留了几个灵芝小崽呢，等6月24号去的时候没了，就都被人抹干净了。所以今年我们压根儿也不去那么早，就等这个月底然后再去吧，先忍一忍啊。现在还只能看看家里的日常，看看我们种小地儿。这些种胡萝卜有点太多了吧，这么粗就差不多，这么远种胡萝卜。对，妈呀，那你这得种多少胡萝卜啊？对呀，我这也觉得多呀。这个按照的都是垄沟，完了整一些土，先种胡萝卜吧。好，咱种细点，你要长大个。来，我来点。长这么大岁数，我还没种过胡萝卜呢，真的。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弹药了？这籽儿都就跟那个都泡好的啊？对呀、啊，对，都泡好的。嗯，什么？我觉得深，胡萝卜不长深，它往下钻。往下长。今天小菜太多了，有点。嗯。把这垄沟都给铺上了，准备垄沟里也种菜。小刀，昨天秋雨啊，今天就下雨了，我让你求。哎。这又开始连雨天了。我只要是一说上山，它就下雨；一说上山就下雨。对呀、啊，不让你去。你不上山就不下雨。哈，妈，种半垄就得了。那就这地闲着干啥呀？刚整活的。那你行，你种完了，咱到时候卖去，行不行？嗯。我上街里蹲市场去，好不好？行，行。咱自己也吃不了这老稀。哎，水果萝卜，我再种两垄白菜吧。你给我卖哈，你再给我总的钱和那啥工钱。卖出来，嗯，还有我卖不出去我就送你。行行行，你能送出去。买玉皇蘑送胡萝卜儿，买胡萝卜儿送玉皇蘑。嗯，再种点啥呢？油麦菜种了，香菜也种了，生菜也有了。种点莴笋，我见你们不停地吃莴笋呢。都买籽了，种上了，你都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你种哪儿了。那地啥的都要么都糊了什么，我这地不让它闲着，都能让它利用出来。还种点啥呢？让大家伙帮我想想，小院种啥好？现在还有点地都不知道种啥呢。豆角种太多了。今年的五味子长势也不错，看都结果了。大姑鸟，杆子这么粗，也都长个了。我扒开一个，它还会长吗？嗯，姑鸟。这么大个了，好，土豆子开花了，豆角爬腕了，柿子也都结果了，黄瓜也都打扭了，茄子、辣椒都开花了。小刀，你过来看看这黄瓜，你瞅瞅，结的，你瞅，你瞅瞅，全是的，你瞅。那是不是得行？得掐一掐呀？哎，买的籽儿，这细的苗，这是我，那面是买的苗，那边是买。看哪边长得好呗。这个细的苗，我说试试，看我种。头一年种，这是水果黄瓜。这是豌豆米，这采呗。不是我采的吧？嗯，这豌豆米，外边这苞米是你张阿姨和你高阿姨，我们仨，还有你爸，我们四个种的，你看都那么高了，你看这个才多高。这些上帝。种点地真开心哈！这小黄瓜，一个差一个，你看看多少。哎呦，我特别喜欢种地，
没啥事儿就上地溜一圈，没事儿上地溜一圈。你看这小黄牛，这现在这雨又下起来了，他俩还在外面种地呢。我记得小时候说，这个天儿下雨天，头上浇上雨水容易长虱子，我可得赶快回来。